化妆唔遮眼圈咧，真系好割眼噶。最近 Synergy 出咗只新嘅 concealer， 叫做 PS 柔雾提亮遮瑕液。我最中意佢嘅质地，因为水润丝滑，系好容易推开嘅，用手几深嘅眼纹咧都贴到实，同埋唔会棘粉。而且佢做咗光学柔雾提亮嘅配方，可以雾面又柔焦咁样有 filter 嘅效果，无论系黑眼圈、眼纹瑕疵都会即刻消失。上 concealer 嘅 tips 就系用细扫，首先遮咗最深色嗰条坑纹，然后 blend 开。最后再用大扫扫均匀。还有鼻翼和嘴角的位置都要遮，然后用 blender 印开。另外它还出了一只深色，我就拿它来打阴影。在骨位和面珠丹下面那块肉点一点，然后 blend 开。然后用鱼粉印埋滴水位和太阳穴，喜欢的话可以拿它来打少少鼻影，因为它有雾面和油焦的效果，所以特别有自然的立体感。明白。